欢迎收看 WebTV 网络大明星，我是王鸿，我是罗文玉。哇哇，今天车子深归 OK，话不多说，金光闪闪，直接欢迎张三李四。耶！哇，今天我觉得你们的音乐有一种台湾小人物的感觉，有没有？真的很棒，对，那种人赤脚踩在土地上的感觉。光听团名就知道啊，张三李四总是介绍一下你们的特色。对，我们啊，真实。今天的穿着是有点金刚战队，哦，赢在外形，赢在战斗的外形。战队，哇，原来是赢在制服哦。那我觉得911的更炫了，对啊，输了。我们比较有特色，应该是和声，对，结合一点 a cappella， 但是又结合流行的比较少。对对，我觉得因为最近看你们新歌的 MV， 我觉得其实还蛮帅的。哦，那主要是讲就是可能核灾之后的台湾，然后大家要前往乌托邦，然后在路上有找爱跟友情，一路有跌跌撞撞。哦，太长了。好了，我们不要聊那么多，我们立刻请他们唱这首歌曲，一人一半，一人一半。一摆真好满，咱的心永远伫这。我会拼命到底，成功一定爱赢。一人一半，一定的感情较袂散。蒙蒙渺渺的未来，甲伊伴一杯幸福茶。但是我觉得真的，因为张三李四非常有实力以外，你看今年金曲奖2017年的时候，你看看，对不对？得了最佳 MV 的奖项，压力很大哎，又是击败众多的好手，没有半个真人。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了。对，来，我这个 MV 投入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就是都在做那个，天哪，都在做那个一些杂美术小东西，真的每次想要去，就有形的东西可以被破坏。可是无形的东西就是我们之间的牵绊跟情感，对，哇，哦，确实，就是拆这个字，对，对，是拆不开的，是拆不开的。但应该也是因为没有真人，所以才得得了奖。对，是这样吧。你们如果团体出现真人的话，人家会觉得你们就是靠外表取胜。对，我觉得没有那个真人。有吗？先把外表，先把外表隐藏起来，对，当 bonus。好了，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一首歌，2017得到最佳录影带奖项的。那小小的点点也让小孩我身上一半一半都平淡下载呀呀代表的台湾小人物的心，没错，真的。你有没有曾经听过哪一些歌对你们影响很深刻？哎，这个很重要。对，有的时候像向真杰，天哪！哎，刚刚可以剪掉，他表情太浮夸了。你演得太快。1 2 3 4 5。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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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讲台语的人，这首歌都影响我。哦，真的，我连送顶牙都不太会讲的人。真的假的？你真的还爱台湾？我不相信。哦，那你唱个不能听八部回音。我一下。那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来了，我突然想到一个最后的任务。我准备了四个可以让大家来踢毽子。赢的那个，我们去吃怀旧的这个古早味。世界杯踢毽子大赛，欢迎参赛者张珊珊、李四。Yeah. 看谁哦，好，认真一点哦。三、三、二、一 ，Go！ 哎，有三项、四项，有，胜输 ，take 到 ，OK， 好，有，哎，踢到隔壁院子去，你看看。谢谢。OK， 确定他在里面比较不那么烂了。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挑战。一、二、三。请客。哎，客家小孩怎么不会踢毽子？我搞不懂。我刚刚还抓不到那个 tempo， 再给我一次机会。哎，又是美浓哎，毽子的发源地哎，开玩笑。小心讲话哦。美浓人就如雪片般的我印象中客家同万真的吗？对啊，太简单了，还有部落有在发这种好热哦，好热哇，没关系啊，哇，就这样哦，这种天气吃这种又咸又甜的冰真的好好热，太爽口了，入口即化，哇，真的吗？你冰到脑门都在晕，冰到晕了，真是。阿叔，你知道指数没加冰的感觉怎么样？你知道吗？目前还不知道，我可以试试看。你应该还不知道吧？哦，没好了，真的，我觉得我已经待不下去，我要自己去买冰棒。好歹把节目录完吧。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出一个题目。最近我们有出一首新歌，到底叫什么名字？哦，就50/50嘛，对不对？对。答案，提示。所以你就把这个答案留下来之后呢，写在我们的留言板上。对，然后分享这个影片，要分享出你就可以得到签名 CD， 还有小人物花生。还有海报，哦，很酷，最新的海报。好，我们今天 Web TV 网罗大明星成功。我要去买冰的，走开。